后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总共十个游戏，我们每个都来 PK 看看。好，只要只能接住蛋，好、没问题，这很简单吧？只要这个按键就好了。好，我是黄的，对吧？我是粉红的。前面我们是等级比较简单的，太简单了啦，根本不会失败啊！哦哟，他只要够灵敏，我就不会输。嗯，很灵敏啊。我怕他有延迟。没有，不能跪到延迟上呢。哦，我满分哦。简单。小 case 哈。啊，他生出来了。他生出小鸡来。怎么没有三十只？其他被吃掉的，是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直冲等级三。我目标15颗。我目标20颗。啊！哦，两颗都超。再一次，都超不会。不是。你信我吧。不信。一开始嘴巴先张开。他感觉没事，也不是固定的。可是很长。啊！哇，你那10颗结束，你前面很极限呢，没想到居然平手。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没事，多玩没关系。可以了，22，终于都有个20以上的。你看，我还帮你拍手。哦，刹那间一斩，咚咚。游玩方式三胜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玩个三胜。来啊，按惊叹号就按 A， 就是个比快的一个游戏就对了。没事，我是哪一个？哦，没事，反而看到惊叹号。哎，干嘛啦？下还没到，下一下。喂，我赢了吗？你好快哦！我赢了，太快了！17，走2:2，你的秒数速度。哎，你晚餐吃了吗？你最快时机耶！哎，我们其实还不错哎。再一次。来哦，拔刀斩！我怎么回啦？好，应该有动就可以了。要回？回来跟你讲，还吓我啊！哦，有这种事情？有平手这种事情哦。16，你是不是有在猜？我有在猜啊，当然要靠一点预判啊。看到了我一秒后未来的世界。没事，我们有10个游戏。再一次，我等一下要0.01秒，我预判它。预判。离这主机近一点。我死！你预判了。我预判了。扯！那他13也是预判的吧？有可能啊。别乱预判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也只剩一次机会。预判帅吧？你怎么没？我有帅。我拦截了你的讯号。可恶！斩断了我的讯号。他欠多字。哇！9:8，怎么办？我赢了。
我等一下下一场就先预判。来哦来哦，先预判就对了。预判。十二，我才是预判者，最后一把。加油啊！我输定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！预判预判！哇！哎、欸，屁啦！屁！我靠！这块新纪录！你好强哦！手里剑到场，都有点厉害，剑奇。看看怎么玩，咻！也可以按，也可以按按键。下一个，简单啊，下一个。你确定？简单了，下一个。祝大家一起。Shuriken Ninja。一起按了，来了吗？会会会。哇、哦，比你强哎！哇，我震动很，我一百分哎。哼，反应慢刚好一百分。什么反应慢？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太快了！难度要调高吗？调高，调高。好好好。Number four。两个。好玩欸，好玩哦。很认真喽。好玩。我是不放水哦。你刚有，你刚很认真玩欸。你刚很放水哦。你刚认真玩。哇，好多哦。嗯。谢谢谢谢 ，Shuriken Master 啦。应该是我进了点。哦。厉害吧？趴了吗？谁？哦，两个人都。可是你还是更中间。嗯。我不能打到那个，是不是？感觉不行，会可能会爆炸。好了，你赢了啦！谢谢谢谢，金的很多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你四个吧，你四个，一千多，再一次吧，再一次。难度呢？一样，最后一个好了吧。你干嘛？干嘛学我？我以为是上一次的。认真点，认真点，第一个把。第一个把没一百分，真的是黄标，有吧？哇，我真的是黄标达人哎！我两个站一边，八十七，不错不错，连续喽！你这很快哎，是，哇，你这打得到，我还打得到哎，扯，太扯！我等你这个回空。我两个都被骗了，又结束，再一次，好好笑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哇，好可惜，我前面打超好哎。哇，你很多金哎。嗯，你也蛮多的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不不不！哎，好黄啊！你也有啊，你也有，这样也有，你也有。你真的感觉这局有一千呢？黄标的男人。黄标的男人再度，再度，我捏你也是哎，两个人都一百分，多加三十，九十，哎，你再一个就加一百二，我怕又是个上次一样，我赶快先看一下，哎，你加多加一百，哎，你这局有真，你这局有了啦，有了，这局很，这局有，这局很稳。你累了吗？我累了，我累了。一人独赢。我让你多加五十啦。加三百。我让你多加五十。加就一个木头。那应该是细菌的。这什么啦？这什么？好玩好玩。有啊，就是好多金哦。有有有有有。哦。一三四一耶，新纪录。还要吗？再一局，我也觉得。你不要为了跟我玩，就只故意不一千五哎。我没有。赞赞。
赞呐、啊，赞呐、啊！我们两个好像都很同时。赞呐、啊！送分，送分，送分！很好，送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干我用吗？有有有有有。哎、欸，连三局，连三局跟你一样。送分题，送分题，拜托送分题，送分题，追紧我。赞啦赞啦，有啦有啦！我已经送分题，我已经600分了。送分题，送分题。哇！送分送分送分，慢慢来。赞！太紧张，可能会不快了。哦，可以可以，送分题。我差点没有，我差一点。这个很快哦。哇塞！我们在干嘛？神仙打架。完蛋了！有吗？幸好至少有按到。太突然了！不是，这怎么突然给一个没看过的？有看过，有看过，没看过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这次一定破，有一千五，有一千五。我这次一定一千，有三的。你差点就十连了。我会不会赢你啊？你有机会赢。啊，还是输了。哦，差十分而已。1950 vs 1940，我进步超多的。我刚都只有一千分，我连一千都不到哎，我直接两倍。好精哦！你看，这帮我们上个那个什么封面图吧。可以可以，跟单独剪一片，单独剪一部片，单独剪一部片。啊，可以可以。